这么多年了，日日夜夜，每分每秒，我都在等这个时刻。据说人与人相遇的概率是0.0004478，那重逢的概率呢？孙平家长，来，带孩子进来。据说人与人相爱的概率是0.0000049，那相守的概率呢？他说他从来没喜欢过我。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放不下这个女人？平平天天问我说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，他想跟你玩。时光流转，总有一个背影让你念念不忘。你能不能告诉我当年发生什么事啊？其实我现在也没有觉得那扇门打开，我还是想赌一把。我会赢吗？从今天开始，由小聂代表聂总执行工作。商场上碰到的人心，与做手术时碰到的人心相比，复杂多了吧？你来东园，蓄谋已久。我回来拿本就该属于我的东西。灯火阑珊，总有一盏牵挂，始终为你点亮。我在自己心里啊，画了一个期限，等得到就等，等不到就算了。钟汉良、李小冉再度携手都市情感剧《今生有你》，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即将开播。